的荒唐。那年是日本届时何感想，问苍天谁的主张，上世纪受的伤国之权望，卢沟桥一声炮响，上白空千疮，两心丧，一路三光，旅顺口大屠杀就在身旁。家仇国恨怎能忘，没资格替先烈去原谅，中国要让世界仰望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